真相明了，就不迷了嘛。啊，无论修哪一法，都是觉而不迷。啊，那个三皈依才能真正做到，三皈依不容易呀。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不是容易做到的。你对于诸法实相要不能够通达明了，你总是迷，总是邪，总是染。啊，可是真正能对于诸法实相稍微有一点体会的，不容易。啊，千万学佛当中能有几个人体会到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三皈依就难了，非常非常之难。那么我这一次在新加坡讲无量寿经，举行两次皈依，啊，第一次是我一到新加坡第二天，啊，那我给大家找得来了，没法子了，啊，给他们举行一个皈依礼。有大概150-160人参加，啊，第二次的皈依啊。刚刚好无量寿经正宗分讲圆满，啊，这一天皈依270多人，啊，这个270多人名字了起法名都没法子起了，啊，所以一看这个无量寿经后头有妙音如来呀，啊，就通通用妙音，啊，经上说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将来有啊4亿这个初发心的人，哇塞，40亿初发心的啊，那40亿初发心就是我们这样人，这不是菩萨了，菩萨前面一讲，这是讲普通初发心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40亿啊，这些人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这个修成之后了，到他方世界示现成佛度化众生，都叫妙音如来，同名妙音啊。所以说我就说你们大家今天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40亿里面都有你们，你们大家通通都在里头啊。那好了嘛，将来做妙音如来，现在做妙音居士嘛，所以就通通用到妙音了。那么这一次皈依呢，比过去讲的皈依踏实了。啊，皈依佛，什么佛呢？阿弥陀佛。皈依法，什么法呢？无量寿经。这个好啊，是非常具体呀。啊，不像从前讲那个三皈依，讲的空空泛泛的，这是空中楼阁，讲了之后还是不晓得依靠什么啊。啊，这下就清楚了。一佛阿弥陀佛，法无量寿经，身呢观音世智啊，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菩萨身的，啊，这个三皈依是真正说的非常具体，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你能够这样依靠，你这一生决定不会空空，决定有成就。啊，我这个皈依僧不是皈依一般这个出家人，啊，我们是皈依呀，这个观世音僧、大势至僧，皈依这两个僧。啊，那么现在大经呢，已经讲的很多，讲的很普遍，啊，所以而后啊，这个受皈依的，我们通通用妙音。啊，就是通通我们都在这40亿数字之内的，我们是在这个数内，不在那个数外。啊，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啊，将来大家同时妙音如来。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受皈依说，你们都做妙音如来，我也不能例外呀，是不是？对，你们称妙音的时候，我们出家人也要称妙音啊。所以这个意思啊，一定
要能够体会啊。我们无论是念佛啊，无论是诵经啊，是持咒，都能够与佛相应啊。这个佛就是真性觉性相应啊，佛是觉性啊，与这个相应。所以意思很好啊，也很清晰啊，很容易明了啊。万德有非有，德就是德用，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德用啊。这个万是形容它多，不是数字啊。所以经上也常讲恒沙德用啊，啊，都是形容多的意思啊。有非有，有即非有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当体即空，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真正知道当体即空，有即非有，你在这个一切作用上，这个受用上，你就没有取舍这个心了，就无取无舍，也没有得失这个意念了。那人于一切法无取无舍，无得无失，你想想看，你自在不自在？你今天所有的烦恼根源从哪来？就是得失啊，取舍都从这来的啊。一切法中无取无舍，无得无失啊，这随缘而不攀缘，真正做到随缘啊，这个才能得大自在啊。一缘，缘是源头啊，取的这个是缘，是缘是一啊，啊，这个一缘就是讲的真如本性，也就是讲我们自己的自信啊，空不空？这个空不空跟上面有非有意思相同的，但是上一句是从相用上说的，这一句是从体性上讲的啊。因为前面讲万德嘛，这叫一缘嘛啊。万德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切万法都是从一个本源变现出来的啊。它变现有没有层次，有没有过程呢？跟诸说没有。所以经上讲的如海印秉现啊，啊，这个话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说啊，像我们这个给印，这个印里面的文字很多啊，这一下盖下去它同时现，它没有先后，那同时现的。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同时现的。如果有先后次第呀，那就不空了啊，那这个有就不妙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科学家啊、哲学家都在研究这个地球的来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这些生物的演变啊，变化啊，这要在佛法里面来说呢，都不是真知见啊。如果说人都是猿猴变化的，
那么现在这些猿猴为什么不变化人呢？总不能说那些猿猴一部分变成人了，一部分还停留在猿猴的时代，这在理上讲也都讲不通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不重视历史，为什么呢？没有历史，它一时同时现，没有先后次第。啊，楞严上说的好啊，啊，经上告诉我们，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这都是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一真庄严，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怎么出生的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心应量。啊，这个要与《六祖坛经》上所讲的，啊，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本来具足，这是没话说的。啊，能生万法，怎么生呢？就是随心应量。啊，华严上讲到最高的原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唯识所变，就是随心应量的意思。心能现，识能变，啊，但是识不管怎么变法，还是前面讲有非有啊，啊，本性不管怎么起作用，还是空不空，啊，这是决定不变的真理。所以才跟你讲性相一如，理事不二。啊，这个是宇宙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真实。大白于我们的面前，啊，这是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智慧。啊，下面大师有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现象。啊，如海对虚名，天地同一色。啊，像我们在海上，啊，在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啊，蓝天给这个蓝色的大海，啊，海跟天呢分不出哪是天哪是海。啊，这个把天比喻作心，把海比喻作万德，啊，就是，万德就是万法。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说此则空有交应也。啊，空是体，有是相。啊，空是心，啊，有也是相。啊，性相也如，性相不二，所以性相能够交融。啊，见到相呢，就见到性。啊，我们今天见到相，见不到性。啊，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有执着，有妄想。啊，离开执着妄想，相就是性。啊，所以不要再去找性了，找不到啊。古人到真正悟入这个境界，他说啊，他说踏破草鞋铁鞋无觅处啊，
得来全部费功夫。原来说你就在眼前，以前迷的时候不晓得，到处去参访，到处去参，去拜老师啊，去求指教，一下悟了，原来就在眼前。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有一法不是的。啊，这迷与悟的问题。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显四句百非，素文里面说，四句之火莫分，万法之门皆入，啊，佛家所讲的四句啊，就是我们一切错误知见的根本啊，也就是说四个基本的支柱啊。底下讲四句为有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啊，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一有一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啊。注宗多词变成四谤，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观念，也就是我们讲的邪知邪见。啊，这四种观念呢，普遍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这就是众生之见啊。如果立了这个四句啊，就是佛知佛见啊。这一段是显四句百非也啊，说明这个四种见解是错误的啊。故大般若云，般若波罗蜜又如大火炬，四面不可取，取即被烧，堕皆成谤，故须立之。实在讲就是佛法，无论哪一宗，无论哪一派，当然这个不是讲初学的，因为初学的人没有办法离开啊。高级的佛法呢，跟初学的是完全不相同啊。禅宗所谓向上一主啊，佛法在初级非常重视一名，五明里的重视因明，那现在讲的话重视逻辑辩证法啊。但是高级的佛法了，这些东西通通用不上啊。为什么呢？他立四句了，你还辩什么？无法可辩啊。所以这个科学的方法论呢用不上，它超越了啊。这是我在过去曾经跟方东美先生讨论到这个问题啊，他老人就告诉你，他的佛法确实是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们在大专讲座很想请这个方先生给我们去讲一名啊，大专讲座还没有开过这个课，我就找他，他就告诉我，他就没用处，他的佛法超越了一名。因明是这个中下阶层啊，向上一着的时候决定的用不上。我们刚才看到了啊，但是初级的佛法上用得上
啊，也就是说，我们用天台的话来讲，啊，藏通别圆，藏教、通教能用得上，别圆用不上。啊，贤首家所讲的小十中等圆，小教、十教用得上，啊，中等圆教用不上。啊，华严圆教。念佛法门语言教，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个念佛法门之好，不晓得啊。啊，华严这一部经呢，就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经的。啊，也可以说，咱们这一本呢是无量寿经的续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无量寿经是主啊，这是宾啊，啊，所以古德说这个黄老居士在注解引用古大德啊这些说法啊，这个法门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这说的是有道理啊，绝不为过。所以这个地方大师也给我们说过，啊，注宗啊，啊，这个多次变成四棒啊，啊，决定不能落在这一个心态里面。落在这个心态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经上讲啊，般若这是用比喻说，般若好比是火炬，你不能接触，为什么？一接触就被烧掉了啊，这被烧掉的时候就等于是融成一个啊，像一个大野炉一样啊，炼钢炉一样，不管什么东西丢下去融成一片了啊，都融成一体了。所以这般若不可粗啊！啊，取机被烧啊，啊，堕机成棒啊，啊，故须离之。讲为什么要离？啊，这个离讲要离开啊，这个大火炬啊。下面呢，就是在法里面讲呢，要立四句，那是法中立四句啊。兼明圆教所宗啊，圆教所宗诸法本来立过啊，初相成德四界法门，故云四句之火莫分也。这是对圆宗讲的啊，什么叫圆宗呢？圆融无碍啊，也就是说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妄想，所以啊，你说有也行，说无也行，说非有非无也行，说也有也无也行，不像般若啊，啊，这就是这个四句之火莫分呐。般若经上讲，四句之火一接触就分掉了，那不是语言教吗？啊，还没有见性呢，啊，这个时候就行了。啊，就可以了。啊，见了性的人，随他怎么说法都不离性；没有见性的人，怎么说法都跟性不相应。
啊。那么由此可知，才晓得坚信的重要。啊，再说老实话说，没有坚信，所有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见性之后，这个知见才叫做佛知佛见，啊，或者我们叫正知正见。你再晓得这个见性重要，啊，那么性要怎么见？一定要得一心，就是一定要得清净心。今天下午有一个比丘尼来看我，啊，我也没有问他名字。他是东海大学毕业的，拿到硕士，闻到佛法之后出了家了，啊，接触佛法还很浅，啊，今天来问我佛法从哪里入门？我说很好，你接触佛法很少，头脑还简单，还不太复杂。我说这是很可惜的。啊，我说从哪里入门呢？我给他一本《净土五经》。我说你就从这儿入门。啊，怎么入法呢？每一天去念它，什么都不要想。啊，不要求解义，每一天去念它。我告诉他，你老老实实念三年，他明白这个意思。啊，每天你能够读四个小时，读六个小时的经，啊，只读不求解义。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每天有六个小时到这个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脑子里头没有妄想，这也就叫修行。啊，修三年的时候能够这样修下去，你的妄想决定减少。啊，妄念少了啊，清净心就现前，智慧就生长，然后再听经一听呢，他就开悟啊，叫悟处啊。这个就是学佛入门之处，先修清净心，啊，不要到处去听，不要到处去学，啊，听一个人讲一个路子，听两个人讲两个路子，听三个人讲三个路子，到后来无所适从，头脑就搞乱掉了，啊，所以我今天郑重告诉他，佛门古时候啊开始学佛了，啊，尤其是出家了，五年学戒，这个五年学什么戒呢？不是学戒律，学老师的教戒，啊，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我这五年当中，如果教下都是念经，啊，实在上说。不管哪一部经，啊，或者是念佛号，或者是念咒，啊，方法不同，目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啊，都是把你的妄想执着去掉，虽不能完全去掉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它减少，啊，所以这个。靠共产党一句话来说呢，就是洗脑，就是要做五年的工作去洗脑，使你头脑的时候恢复到干净，然后啊，这叫法器啊，才能够接受大法。啊，佛法绝对不是从思维、想象当中生的，啊，也就是绝对不是从意识里头生的。我们今天。都是用意识心的，用心意识，用心意识对待佛法，佛法也变成心意识，心意识是世间法，啊，所以
绝对不是说只是禅家哦，要立心一时参。教下也如此啊，教下不立心一时，不能圆解，这大开圆解不可能的。啊，念佛人不立心一时，决定到不了一心不乱。你用心一时，怎么可能念到一心不乱呢？啊，可以念到功夫成片，不能到一心不乱。啊，你想念到一心不乱，一定要邪心一时。啊，邪心一时，这个心呢，就是妄想啊，意是执着啊，识是分别，也就是我们在一切法里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一个妄想，这就是立心一时。啊，你看这个心多清净的啊，用这个心来闻法才会开悟啊。所以能不能开悟关键在此地。啊，心清净心里面就能生万法啊，清净心里面对一切法没有一法不真实，没有一法不清净，心净则土净啊，土是包括一切法了啊，心净没有一法不清净啊，心要染污了是，那就没有一法是清净的，佛菩萨来了也不清净啊，没有一法清净啊。由此可知，净呢，的确是随心转的，而不是心随境转啊，凡夫心随境转，心随境转是假的啊，是暂时的，是短促的，这个境随心转是真实的啊，这是真相啊。所以这个清净心呢，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他今天要问了，我叫他去念三年这个经，他说我可不可以听经呢？实际上他也不能，没时间来，他听我讲经的录音带，我说可以啊。听经是偶尔调剂调剂一下，为什么天天念好像念得枯燥无味嘛，就念不下去了嘛啊。那么一天听个一小时啊，一小时够了，听一小时啊，调剂调剂啊。如果到这个读诵这个受持啊，功夫得力的话，不要听经了啊，用不着功夫得力。得力的时候里面得发喜，叫发喜充满啊，用不着听经来调剂啊。这样功夫还不得力的时候可以啊，但是我今天告诉他了啊，听经呢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的，你不能听别人讲，别人讲跟我讲这不一样的时候，后头心又动摇了，又起分别执着，哎呀，他讲的是这个，他讲的是那样的，到底是哪样的，你就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初学佛难得了，那是一张白纸啊。哎，他要是门路走对了啊，那个成就很快的三五年决定有成就啊。那么这个底下说啊，这是四句之火莫分了啊。然成谤成门，得意就成为法门了，不得意那就成为谤法了啊。这个意呢，简单的说，开经记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你要得如来真实义，没有一样不是法门，是无量无边法门。如果不得意，通通是谤法。为什么呢？处处都是障碍啊，处处都走不通嘛，它走不通障碍呀、啊，
这就叫棒，成了棒法了。他说四句不别如何意也，底下说位于四句中啊，至一持语，则句句皆变。若四句存绵无碍，则句句皆满。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得一与不得一啊！你看它这个里面关键在哪呢？就是执着。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啊，劝勉同修，对于一切法门要生平等心，一切法门要生恭敬心。为什么呢？没有执着，我们才能得益呀！不但在佛法所有一切法门，我们要用这个心态来领受。就是世间所有一切万法要用着同一个心态啊，无论是正法邪法善法恶法，通通用这个心态，用清净心平等心恭敬心。为什么呢？你的法性呢逐渐逐渐透露了啊，这一个看法，这样的一个见解就与诸佛如来相似了啊！虽然你还没有成佛，你这个观察，你的看法啊，你处事待人的态度已经与佛相同了啊，跟佛的气氛呢相接了，这个好啊！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不要去管他，为什么呢？他是凡夫，我们要明了，他还在迷，还不悟啊！我们跟他一样见解，换句话说，我们也迷了，我们这个佛法白学了啊！所以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啊，心，所以《华严经》讲这个修行的，立思练心的。我讲这个五十三参的时候，常跟诸位说，在境界里头你练，练什么呢？练清净心，练平等心啊，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在境界的练这个啊，你那个平等心清净心从什么地方显呢？就从种种不平等的境界里头显示出来了啊！我们功夫有没有进步啊？我去年跟今年比一比看，今年呢不大分别了，去年比今年那就有进步啊！上一个月跟这个月比较比较，那看有没有进步，自己啊这个功夫得力不得力了，相应不相应的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里面才能有法喜啊，这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呢，法喜充满啊。所以这个文里面关键的字样呢，就是在知啊，与一切法都不执着，所以才存绵无碍啊，也就是华严里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这个意思底下还有，还没讲完啊，我们下次接着再讲。